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然后我们继续去孤儿院找雪莉了，救雪莉。Looks like the only way forward. Orphanage. No, no, no.Hang on, Sherry.去洗头啊，先去二楼好了，看一下空队。你有些道具想先拿，上楼去洗手间。Thank you.
院长的心在哪里啊？对，急救喷雾。对，我很高兴回报事情已经处理好了。2月19号实验体628号从实验室中逃跑，闯入我们设施，候选的名单选出来，显然他是回来寻求帮助。工作人员也很快制服628号，他身上很可能有病毒，所以我销毁了所有实验体。我保险起见，安全小组迅速的摧毁实验体。这个邻居，我告诉他们，我因为建筑物零九失修，为孩子安全着想，我们暂时将安置其他孤儿院。冲锋枪，找了。下楼，看，对吗？下楼。好、哦。要没东西了。Your fault. What? Took too long. What happened? Oh, God. Get off me. Anyone? Oh, my God. Jesus Christ. Hey, 那个虫呢？很爱存档，用修改器疯狂存档，还好嘛 ，OK 的。哇，四张羽毛真的好可怜哦。雪莉嘞？哎，下水道，哦，是下水道跟孤儿院是通在一起的、哦。Wake up. Wake up. Open your eyes. Hold still. Not infected. What the? Sherry?
Where's Sherry? Sherry. Sherry's fine. Do you know Sherry? It's an impressive display of strength. What happened to her? We have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Who are you? I'm Claire. I didn't foresee this. Excuse me. Where is she? Hello? What? Where's she? Annette. Tell me, what happened to William? I don't know. Who is that? The creature responsible for this. What? Can you help me find Sherry? Seems to be evolving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 Where are you going? Look, I don't have time to play 20 questions.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I need to find Sherry. My daughter is not your concern. Where did Sherry go? Sherry's daughter?去病毒只有DNA像是极高的实验体，就是子女嘛，所以威廉才一直追他的女儿嘛，是这个意思吗？是的，那就不用剪了。哎，这不是有一个武器吗？怎么打啊？我先装备这个。可以再装备其他的吗？好，可以。然后这个子弹是二号。等等，得用强化后枪声才能发射。强力弹药，一堆。可是我不能换啊！他说这个是要得用强化后的枪声。OK。现在要去下水道吗？打不开，好，看一下现在时间多少？录13分钟。走到最前面嘛，好。Now I'm gonna smell like shit. Period.火药，火药不用，等一下啊。
你打 boss 我还是要用的，你打 boss 我就不用修改器了。我在冰室里面，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榴弹啊，榴弹很多了。禁止副本。OK， 那个都看过了。啊，这个密码什么？Sherry? Why didn't you stay in the house? It was safe there. Hey, Sherry! I was scared. Those things were everywhere, and... You should have called the police. That's what we taught you. I did, but nobody came, and you didn't answer your phone, so... Sherry,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Oh, no. Sherry! Sherry, I'm coming! Hold on, Sherry. I'll be right there. 是不是有雷格啊？为什么我玩克雷尔都会雷格啊？之前都不会的。笨蛋。哦，这个一样，所以要玩棋子了。可以存档吗？先存个档。看一下攻，看一下攻略。出。地图。这边的解谜方式跟里昂的一开始第一周目的是不一样的。左二右十二，左二十二，左二右十二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六七八。啊，弹到子，然后这个可以组在一起，所以用二号。
是啊，饿。帅。可这个没办法，脸色。好。好，然后这边的剧情都跟李阳那边应该是一样的。先走这里好了。给我这道具会不会太多啊？好像太多，我先放，先回去放一放。这道具太多了。required for cable car entry。 我先不顿了顿去了，不要顿这个啦。为什么要一个领航纸条？你就要离开整这座城市的话，就是要出去离开，但以防我明天成功逃过去，我有些人说这些是保护公司的杰作。OK， 所以到这边的话，就是李阳已经先去实验室了。先回去放东西。那我们去拿那个电击枪哦。算了，这个丢掉了。先去拿左边的那个吗？这可以开吗？可以。所以先往另外一边吧，往西。我先走这边。是要拿那个国王旗子跟电击枪啊。楼上应该没东西吧？走。Okay, this place is creepy. 更恐怖了。Jesus, you're everywhere.
操啊！不要咬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这应该不会太长的吧？这个先绑起来。就这个吗？会不会？嘿，我擦！这个在上面。这把枪会连射连接电线、金属插脚式目标体，电力目标烤焦。最大电力，哦，哇，没东西放，那只好把你丢了。钥匙，哦，钥匙我知道是哪里用的，把药草先丢掉。地方拿的话，会不会道具又不够啊？到物品难啊。因为那个其实要三个。啊，这里。红色药草。够了，道具栏。就先要走另外一边吧。
空间放了，能把这个丢掉啊。这会进去电梯吗？其实我可以不用去拿，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拿那个雷贝卡的照片嘛。我只想放东西而已。雷贝卡照片跟那个，不是雷贝卡照片跟那个冲锋枪的弹，那个弹夹了。可是有那个有算那个收集的成就之一，如果有的话就要去拿。这样是没差了。装备这个了，安防那么远吗？因为我走错了，走错机跟等等，松机那边应该不用吧？OK， 记者室就不用去了，去那个斯塔办公室就好了。二楼吗？
卷使用组合。哦，对。这个应该可以本了，我回去吧。我回去的话快倒了，不然都会打时间。快走，好，从这里开始。所以，啊，这边有东西啊，然后刚才那边也有。是补给品。小刀。啊！好，放这。刚才的地方 ，OK。走了、啊，直接拿那个旗子回去了。我只是拿录音带而已。好，拔掉哈。你那走是对吗？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吧。然后这边其实就会要打 boss 了，先看录音带。Watch that.
然后整理一些道具。少什么东西啊？硫酸弹跟火药，还是只能存四个啊？好不，因为想说就是弹药用无限，要很过分。我先放那个啊，洗澡了。我身上有什么？这个是皇后，皇后在哪里？皇后跟城堡，城堡是这个。不要问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查攻略。这个是士兵吗？警察，民族。好，所以士兵在这里没错。骑士不在这里，骑士在这里。然后，还有两个是不是？哇，我身上怎么只有？怎么少一个？我这少拿什么？哇，尴尬了。国王，这个是什么？国王，这是皇后，所以我没有拿到国王。皇后是插在这里。然后这是主教。我没有，有拿到了，吓死我，在右上角这里。再插完这个就好，好，我们这集到这边好了。喜欢我们的话，我们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讲解打开，将我更新片你就双通知哦。谢谢大家这次收看，拜拜。